东风已经过去以来啊，也是美好的地方，为了能够气氛下，我们参加马拉松赛事活动啊，可以说真的是自己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啊，这个最美好的假期就在合欢山越野马拉松。祝福各位选手今天都能够跑出非常美好的成绩，同时也拍了很多帅哥的照片，回去一定要跟朋友分享啊！谢谢大家，也谢谢你自己啊，能够来参与这次的活动赛事。好，赛道上有很多的服务的职工，是哪个位置呢？我代表对方面表示感谢啊！欢迎我们的警察同仁啊，这个早上的时间很早就来帮我们维持交通，是现场的秩序啊！这个加油加油啊！谢谢，加油加油！加油！预备预备啊！加油加油！同仁，好棒，好棒！出去，哦，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嗨，妹妹，妹妹。迎接紫金，在这里。又是一个马拉松的赛事啊！恭喜大家。计时十秒钟了啊！请各位好朋友高举我们的双手。前方赛道请清空，谢谢，麻烦靠边休假，向起立。好，一起倒数计时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我在后面跟着你们呢。摄氏的18度左右，可以说非常舒适，非常优秀哈。那么这个非常好的天气，那么现在这边温度非常适宜，到山上的时候啊，气温会降低到差不多11、12度，甚至10度左右。但是在运动中的选手，其实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适凉爽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只要按照着我们上坡的时候上坡的时候不要急不要抢下坡的时候也不要赶，顺顺的跑，一定可以在6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回到终点这边来啊！祝福各位选手今天都有一个美好的马拉松假期，大家加油！好朋友加油啊！我们前方有很多的摄影记者帮大家要拍照啊，留下最好的画面，所以记得要帮我们的志工加油，沿途要帮我们志工加油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仁爱分局啊，分局长的金秋华金分局长啊，率领我们的警察同仁沿路帮我们的选手交通管制，帮我们当前导，谢谢我们的金分局长，感谢他啊！也谢谢辛苦的警察同仁们，更谢谢来自我们全国各地，有从屏东潮州啊来参加我们赛事志工的朋友们，400多位散布在我们的赛道上面，就是要帮我们今天4000多位选手来做最热忱的服务，尽力加油！Thank you.